别山北路群山峻岭的最美赛道上，奔跑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？你可以在16个景区构成的90里山水画廊，感受如诗如画，魅力静安带来的惬意。纵览云蒸霞蔚入画屏，梦幻七彩染碧空的秀美，感受花蕊吞吐带来的芬芳。可以在尊享曼谷与白鸟一起迎接朝阳。在543.3平方公里的山水间，感受大自然的神奇。中华第一石笋，东石笋翘首蓝天。1.61年的沉积岩，大别山石窟交叠显现。从生态和谐到步步接近，万名学子在这里绽放光芒。纵情奔跑吧，去迎接未知的美好。9+N个景观节点，16个景区，让金安这个毗邻省会、全市唯一的全域省级重点开发区，成为人们向往的首选之地。好吧，在这历史遗存丰富、优美生态环境中，突破自我极限，用速度与耐力跑出自我，跑出精彩。在拼尽全力的这一刻，胜利属于每一位奔跑者。10月15日，2023金安90里山水画廊西环线半程马拉松鸣枪起跑。